我太累了，俺啰死你了，又没人知道，妹妹。91岁老太离奇怀孕 ，X 光下胎儿发育正常，器官完好。面对肚子里这个孽障，儿女们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。岂料老太太一开口，惊呆了所有人。哦，俺啰死你了，都知道。那么问题来了。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？老太太一大把年纪了，为何会做出这个让家族蒙羞的蠢事？腹中的胎儿能否顺利降生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91岁老太怀孕之谜。故事的发生地在今天的四川省青神县，当地有一位老太太姓黄，人称长寿奶奶。某天，黄老太照常在村里遛弯，与人攀谈时一不小心扭了脚，当场摔了个狗啃泥。本以为歇几天就好了，却不料一周后人开始整夜的犯恶心吐酸水，尤其是那两条腿肿得跟萝卜似的，碰一下就疼得撕心裂肺。做儿女的知道后连忙把他送到了市里的医院。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，医生又反复询问黄老太的病情后眉头一皱，一脸惊讶，因为这哪是摔的，分明就是怀孕后的征兆，91岁的老太太还能生孩子？出于谨慎性考虑，他还是让老太太做了 B 超和 X 光检查。等到结果出来后，整个屋子的医护人员全都呆住了。只见老太太肚子里分明躺着一个婴儿，轮廓清晰，结构完整。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原来理论上，女性一旦过了50岁左右，基本就失去了生育能力。正因此，许多明星财阀为了留下一丝血脉，才会一掷万金做什么试管婴儿。像黄老太这样91岁高龄还能自然怀孕的，堪称是古往今来第一人。相较于医生们脸上的惊讶，老太太的几个儿女就差刨个洞钻进去了。他们的父亲早在40年前就去世了，母亲这时候有喜了，那不是不打自招往自家门上泼粪水吗？果然没几天，十里八乡全都传遍了，邻居们背地里指着老太太骂的那叫一个难听，什么偷汉子不守妇道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个更恐怖的说法在村里流行开来，91岁怀孕那是鬼胎，上辈子做下的孽来索命了。这个是也是有点奇怪，他肚子里为啥子怀了胎，怀了胎我们不相信，你想那个肚子里怀的肯定是别的东西。此话一出，原本热闹的村子顿时人人自危，生怕招惹了什么脏东西。恰在此时，黄老太开口了。其实我这肚子里头早在60年前就该出来了。我太累了，俺啰死你了，又没人知道，妹妹。91岁老太离奇怀孕 ，X 光下胎儿发育正常，器官完好。面对肚子里这个孽障，儿女们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？老太太一大把年纪了，为何会做出这个让家族蒙羞的蠢事？腹中的胎儿能否顺利降生？那是60年前的一个下午，刚从地里忙完农活的黄老太本打算烧桶水休息，不料小腹一阵剧痛，疼得她哭天喊地的。村里的赤脚医生一搭脉，原来是天气热动了胎气，当天距离预产期不到3个月。听闻此言，家人急忙抬着她就往河边跑。原来青神县被群山重重包围，那个年月既没有高铁也没有渡轮，村里人想要出去只能坐木船。彼时天色已晚，黄老太疼得气都喘不上来了，一个不小心磕在了甲板上，等到了医院才得知腹中的胎儿已经死亡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？还未等黄家人从痛苦中走出来，院方就来催缴手术费了。以孕妇现在的状况，必须马上取胎，否则一旦感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当听到需要120块时，老太太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对于他们这样的山里人来说，那个年月这笔钱足够全家人几年的开销，大不了我就死床上陪着我的孩子一起走。抱着必死的决心，黄老太连续2天躺在床上，终日以泪洗面。可说来也快，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，老太太的儿女也渐渐成家立业，这件事就被她烂在了心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死胎有毒，黄老太为何能安然无恙呢？难不成这背后另有隐情？我太累了，俺啰死你了，又没人知道，妹妹。91岁老太离奇怀孕 ，X 光下胎儿发育正常，器官完好。
面对肚子里的这个孽障，儿女们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。这个是也是有点奇怪，他肚子里为啥子患了白的患了胎，我不相信，我想那个肚子里患的肯定是别的东西。哦，满60年了，肚子大，见完了头一年嘛，他就说要把你这个人收缩回，我就记不到，就没去，我说我吃的饭了就算了，就回来了就吃的饭，这好了就算了，就没管。母亲的话让在场的人泪如雨下，女儿握着妈妈的手，劝她赶紧去医院打胎，早日除去隐患，做儿女的才能安心。三天后，老太太坐火车来到了省人民医院，在了解到这件离奇的病情后，主治医师连忙给她做了检查，结果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，这个死胎竟然是宫外孕，以当年的技术，即便是没有意外也活不下来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妈的腿又怎么说？此时已经距离事发过去了半个月，老太太的双腿又肿又胀，仿佛被什么毒物给咬了一口似的。为了揭开背后的真相，院方又给黄老太拍了 X 光片，结果屏幕上一块粗糙的物质引起了专家的警觉。一番化验后，真相浮出水面，原来老太太的血管被异物堵住了，这才发生了浮肿，始作俑者正是她肚子里的死胎。由于长年累月的钙化，如今早已硬得跟石块似的。这还不是最神奇的，胎动当天子宫内的羊水意外流进，导致剩余的空气液体也慢慢排干。这之后的60年里，死胎处于真空环境，既没有发生腐烂，也没有释放有毒物质，因此黄老太的身体也会躲过了一劫。换句话说，孩子在肚子里一直守护着妈妈，哪怕这段母子情仅有9个月。因为太过离奇，连黄老太本人都想不到肚子里的婴儿一直用这种方式陪伴自己。听完了医生的解释，全家人面面相觑。短暂的沉默后，院方打消了取胎的打算，因为老太太的年龄身体状况根本承受不起手术带来的后果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最对不起的恐怕就是腹中这个胎儿。那天回家的路上，老人一直哭个不停，口中喃喃着，儿啊，娘对不起你。多年前我曾在书中读到过这样一句话，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也许这就是缘分吧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